ささやいての聞こえているでしょ。リンクウェイマイリンクフェンス、心の中でいつでもつながる。突き進もう、胸が高鳴る世界へ、夢が呼んでいる場所へ。词、旋律、歌唱者的音色以及诠释方式，歌曲在听众的心目中能否留下印象，或者进一步树立起一个象征甚至信仰，不外乎会根据上述的四种层面，所以因人而异。包含偶像类型作品在内虚构创作的场合，还会关系到对于剧情或是登场人物怀抱的情感。如果说藉由串流和专辑去聆听，伤心思独自沉浸于乐曲架构的世界中，参加演唱会去欣赏现场演出，则是置身于外在环境营造出的氛围，加上演唱者的发挥，将音乐为核心的感官体验渲染得更为深刻。与此同时，观众也能透过譬如打扣和欢呼诸如此类一定程度的参与，成为升华演出重要的一部分。这是营运设计给粉丝的一种乐趣。然而倘若构成表演的要素无预警冒出了空缺，一旦得知并非计划好的演出效果，身为台上的演出者也好，台下的观众也罢，你会选择怎么把握唐突的空白，去度过分分秒秒扩散的尴尬与不安呢？在2024年夏天的一场演唱会，一首描写黑夜中群星闪亮的歌曲，因为意料之外的突发事故，从此改写既有粉丝对他抱持的印象，也替演出者和支持者之间关系的本质，记录了回归根本的一页。大家好，我是 Skim， 从横滨回来了。相信本来就有在关注演唱会资讯的观众，多少会知道7月27和7月28两天是闪耀色彩事隔三个月多以来最新的演唱会。Live on Beyond the Blue Sky 这一趟四天多的行程有不少记忆点，包括被航班停飞打乱了原定行程，幸好还是赶在星期四晚上抵达，赶上在院线上映的第二季第一章最后一场，那几天能够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好碰面，以及两天的演唱会如何运用选曲和过场去呈现出的主题性。藉由安排了初次登场参加演唱会的经验分别一多一少的男女，让乍看之下似乎有点复古的歌单，用意是要让这场特别开出青少年专用门票的 Live 试图吸引新血加入，从第一张专辑开始认识八个团体的主张变得明显。事实上，除了在会场外头目击的开着痛车到场，期待一对儿女入场的家庭之外，我第一天位置右边的两位观众是从去年异次元 FACE 认识闪耀色彩，来放是他们的第一场现地参加的演唱会。对于愿意观赏演唱会的既有粉丝而言，出现的表演次数来说相对较少的歌曲，不失为一种惊喜。同样的舞台效果也反映在了歌单的排序上，先用前进对话告知接下来轮到追加四团登场。然而迷光却无故缺席，当下不禁令人担心演出者是否身体不适。直到演唱会尾声，配合第二季预告已经公开的画面，将压轴曲的位置留给了 One Day Dream Chaser， 回收了演出的伏笔之余，呼应了我们即将在10月开播的第二季，首先在前面的集数遇见阿萨希、东子和爱意的时间顺序。Live On 是一场结构设计的别出心裁的演唱会，只不过假设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我想连同营运在内的所有参与者都不会料想到 Illumination SARS 的 Trinkle Way 会成为当天以任何方式观赏第二天 Live 的所有人难忘的回忆。为了方便没看演唱会的人也能快速明白发生什么事，先简单整理一下 Live 第二天轮到 Illuminate 第二次表演时，从舞台发生状况到落幕的来龙去脉。Trinkle Way 的演出大约剩下最后一次副歌，突然间播放特效的大荧幕，连同瞬间鸦雀无声的音响变得一片漆黑。起初短暂的片刻，有些观众以为这也是演出而发出惊呼，直到表演者的肢体语言开始藏不住内心的不知所措，不安的氛围才跟着逐渐从观众席扩散开来。紧要关头首先采取行动的是美姑的声优丰田莫优小姐，似乎是根据耳机传来的讯息确定器材恢复需要时间，随后马上转身安抚真乃的声优关根童小姐。两人转身快速交谈，再次就定位之后，决定继续这首 Trinkle Way 还没完成的部分。在没有大荧幕播放特效而显得暗淡无比的舞台，熟悉的应援棒却仿佛比印象中更加耀眼。自动自发响起的掌声，还有就连转播都能清楚听见现场观众一起大声的歌唱。
因为意外而造就，前所未有，恐怕今后也难以复制的一首 Twinkle Way， 在台上与台下难得的合力演出中画下令人难忘并温暖的休止符，让观众加入歌唱。老实说，已经是早有潜力的参与方式。拿闪耀色彩自家的场次来说，最近这是在六周年大阪公演的 Day One， Nocturne 演唱《阿斯法鲁特欧纳拉西德》。透的声优和酒井优小姐和小蜜的声优田岛沙兰小姐引导观众一起唱完最后一段副歌。不过 Live on Day 2的场合是纯粹的突发状况，并非为了增加参与感的安排。演出者如何尽可能主导气氛，不至于陷入明显的尴尬或不安，观众决定是否接受和配合。舞台上下一同完成表演，对于 Live on 第二天的全口味而言，不单局限于呈现方式，更象征的透过真正的化解危机，定义演出者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回归互信互助这项本质。美姑的声优丰田莫优小姐拿出了稳健的台风，临场反应和台下的互动方式，的确足以度过解决设备方面的问题所花的时间。不论是玩家社群的热议，或者官方的广播节目中，其他的声优提到当时在后台的他们不禁为之动容。也许正因为同样身为站上舞台的表演者，能够切身的理解光是站在台上就需要莫大的勇气，何况遭遇了不能自行修正的突发状况，脑中一片空白而不知所措只是人之常情。当然，既然有人会以感性的层面去看待，意味着 SNS 上的讨论一样能够找到相对理性的切入点。不能因为最后化险为夷，忽视了设备的问题是否本来可以避免，镜头摇晃的用意还是让不小部分的人看不懂。检讨演唱会内容的风气一直都存在，上述的两种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糟糕的是佯装理性，这里行间却满是无知和偏见的批评。我指的当然是一旦缺席演唱会，就会直言声优失职的激进言论。发生于治疗期间相对较长的个案身上时，面对的恶意更是不乏直接被要求卸任配音，批评对方根本不在乎这份工作。先不论病情方面的告知，早就通过节目活动转达康复的进度，或者当时即便没有上台，依旧在后台的荧幕前跟着做出舞步。有没有可能，其实你认为对方的不在乎，建立在一种情报收集不够完善的自以为是，然后一昧以为演出者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专业人士根本不懂目前的病情到底能够表演到哪种程度？会不会一心渴求品牌的演唱会就是要全员到齐，结果一旦不如所愿，千方百计想要去鼓吹其他人这样是错误的时候，到头来只不过证明没有任何能力，对事情没有任何帮助的你，站在愿意体谅的多数面前，主张终究一厢情愿又破绽百出，充其量只不过是对着不符合预期的人事物宣泄自己的无能狂怒。发生在全口味演出时不可预期的突发状况，我认为撇开偶像相关的所有要素，可贵之处在于一旦发生周遭没有人预期的困境时，任何能够拿出具有传染力的勇气，吸引目击者协力渡过难关，以及当下每一位愿意响应而采取行动的人，同样值得尊敬。企鹅理论之中跳入水中的第一只企鹅固然地位不凡，然而没有陆续模仿而跟进的企鹅群，整件事就像一次性飘起的水花，稍纵即逝又昙花一现。好比当时台上的演出者倘若没有任何反应，选择尴尬的等待时间过去，绝非他们的错，台下观众也未必熟悉歌词或者愿意跟着唱，但是两边都能出于在乎对方，互相帮助度过一个彼此都不安焦躁的时刻。观众理所当然是为了舞台参加演唱会，不过支持总是全力表演的演出者，同样是我们粉丝一直想和他们传达的心意，不是吗？但愿 Live on 第二天的 Twinkle Way 往后人们想起之后，不光谈论谁是最大的功臣或者沉浸于回忆中的美好，而是不要遗忘演出者与观众之间最基本也最纯粹以对方的立场为出发点去设想的体贴。我是 Skimmer， 感谢你看到最后和我聊聊 Live on 两天和那首 Twinkle Way 的事，那就下次影片见咯。